以布施为首，布施分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放生功德三种布施一概具备。啊，王老师，李居士，请坐吧。嗯，王老师，明天放生的鱼和车子我都安排好了，我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。李居士，您要不嫌我啰嗦，有些话我还要跟您说说。嗯，我们首先要了解，放生是救众生的命，安众生的心。是的，要处处细心，处处为这些众生着想，要能够感同身受才行。啊，你看，鱼店老板一听到我们要买鱼放生，为了赚钱，他会去调集各店的大小鱼类，等着我们去买。这样子本来是很好的，全市的鱼都集中在一起，由我们来放生，不就等于是全国大赦一样吗？所有的鱼都能够在这一天重获自由。是啊，但是放生不能只考虑到我们人类的方便，而提早预定要放生的物类，必须从众生的感受出发，妥善考量放生的过程是否能让众生的身心没有畏惧，不能先去预定，让商家定期提早抓捕。放生要设身处地为众生着想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租车的500块拿来买鱼，放到我们家旁边的公园里，这样就既方便又可以多放好多条鱼呢？也不用这么早起赶这么远的路了。阿正，我们放生首先要想到的是众生的感受。是啊，阿正，爷爷说的对。可是放生不是买的越多然后放的越多越好吗？放生是培养我们自己的慈悲心，用真诚心去对待众生，保护众生。至于放多少条，要看当时的条件和自己的能力了。有钱的可以出钱，没钱的可以当义工，或者心里赞叹放生，功德都是无量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还有就是放生要选择没人去的地方，环境条件或水质要适合这种物类的生存，尽可能要设想周到，才能让被放的物类存活下去。这里比城里的小湖好多了，这些鱼能够重回大自然的怀抱，一定很快乐的。杨居士还没有到吗？我们不能再等了。王老师，我答应等他的，如果不等他，那他的功德不就……老法师告诫我们，放生的仪式要简单隆重，放生的过程要迅速确实，不可因人为因素拖延了放生，让众生多受不必要的痛苦。嗯，放生和做其他的功德不一样，我们可是在救人家的性命。你们看，这些鱼儿在桶里受惊害怕的，真是度秒如年呐。我们一放，他们马上就能免除死难，这是千钧一发，刻不容缓的呀。王老师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哦。我回来了，还好你们没有等我，那厕所实在是太远了。三种布施俱全，放生第一，放生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。